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情事。阿英，歹势啦。最近吼景气真正太歹啊，进前风台扫一下吼，真侪风景区拢无法度去。啊，以前一个月至少会当走四五十团，即马有团通出去都偷笑啊。你看我即台车搁停在遮，免咱有团通互你啦。安尼哦。是啦，阿英，是的啦。我们即马为着要节省预算，洗车的工人拢辞掉家己来做呢，真正无法度啦。好啦，我搁家己想办法啦。哎，我安尼落去哦，真正唔知要提啥来饲鸡啦。咱嘛不用继续安尼落去，一定要想办法找人家才用。对，叫咱较骨力嘞，一定当找着生路。行，只要唔惊小雪，做去找生理。嗯，行。曾经理啊，看你这个月吼会当几个团号啊，就算讲一团嘛无要紧啦。大家实在这么久啊，小工照顾一下啦吼。哎呀，人都叫袂活，还是要安怎出团啦？我话你搁找别间啦，吼，恁坐一下，我无用。哎，小薇，你来四通去的行程我报告一下。不要紧啦，咱们去找白金去看卖啊嘞。咁有机会，咱已经找五金啊嘞。哎，这么紧就无信心哦。咱唔是干来加入人家生意了。主任嘛，啊学校吼每年拢办咧户外教学，那有可能不爱办就不爱办。啊是讲有白金游览车公司来甲你拜托。无啦，啊！都规个风太过吼，山区的道路啦，长的长的啊，方的方的啦，阮老吼啊，惊这安全的问题啊。哦，啊无安尼吼，咱莫行迄山路，咱行海线。啊，你像公司的车吼，拢全新的，啊，驾驶吼技术一流，绝对无问题啦。那无安尼啦，接学生的交通车吼，我去走吧。啊，那呢，就透早六点半爱出车，啊，下晡三点半来 stand by。而且拜三中昼，你都爱来哦。歹势啦，我平常时还阁接旅行团行李，啊，走学生专车吼，咧时间卡条的，向行的。原来安尼哦，我都无多。无，我考虑一下吼，我三天以内吼，一定给你答复。好啦，啊，无你阁考虑看卖咧。啊，主任多谢吼。今日好，拢吹过啊，无人咧办户外教学啦。无要紧啦，啊，景气搁较歹，嘛是有人咧趁钱啊。咱就要家己去找机会，毋是等机会来找咱。无安尼啦，咱若趁即几工啊，好好休困，啊，出去行行的，换一个心情，无得卡会有新的想法咯。行啦，行啦！
正走投无路吼，咱就逐工来公园呼吸新鲜空气，至少有水果通做伴。啊，那无咧，就参像你讲的啊，应该走的嘛去过啊，该拜托嘛开嘴啊，刷落来了，我来看天啊啦。咱真正啥物拢无，该重新开始啊。因为你过来对我真好。我这物件对你真苦，只要当跟你做伙啊，我就把真苦当作是真福。你满意哦？是啦，我是咧想啊，人若老啊，身体变到这么孤单。迄早办代志啊，搁较无奈啊，无吼，总是会一人先走啦。我今日是说，无可能一天到晚陪伊身躯边。咱不管是好驾还是散车，食到迄个岁数，心内气味应该拢差不多啊。你是安怎啦？至少要几个十年才会才甲因共款，啊！你是烦恼创啥？我唔是咧烦恼啦，我是咧想讲啊，敢有啥物办法会当甲因斗相共？我带妈去烦恼啊，妈心情加偌好咧。我伫咧想啊，阿妈出去耍一撮，啊，回来会当欢喜几啊天咧。啊，遮个老大人也是同款，会当出去佚佗。来看因，今日是谁够有时间陪因出去佚佗啊？因若无闲，咱有闲啊。咱。嗯。我拄则去菜市仔的时阵啊，一寡五七三五八三，因拢足有兴趣的呢。安尼哦。会当一天来回，阿妹开一千块。会当出去行行，因足欢喜的啊。要唔过，听着要斗人做，咱就替因斗。啊，非得哦，时间对来讲嘛唔是问题。哦，啊，咱若只有三十人就通知出团，啊，大家吼无实在无要紧，会当在车顶吼唱歌开讲吼，啊，讲笑话，啊，交一个朋友嘛袂歹啊。嗯，我就是这個意思啦。虽然利息不是真多，至少有收入啊，而且搁会当为英法族尽份心力。你看啥款？那呢吼，咱就吼甲好好交通车是你接来做，啊，不管赚多赚少，无较赢吼甲车去停车场啊。嗯，安尼公司唔来赚钱，马上对社会有贡献，而且嘛免烦恼无所在通好去。哦，刷落来让带去拜店吃猪脚。哦，你的头脑是足够变巧的呢。我就讲嘛，路是靠人行出来啊。咱总算是找到一条新的路啊。行，咱即摆吼随来菜市啊招团。嗯，行。行。啊，包两只啊，猪脚。啊，歹势，阮猪脚已经卖完了呢。啊，伤憨嘛，正到几点啊尔？是的啦，啊，阮拄啊吼，当日调货，啊，不安尼啦。麻烦你吼留一下住址，啊，猪脚来来吼，我随用迄栽培吼寄予你啦吼，来。哇，变啦，一间店开啊这大间，煞无猪脚通啊卖，哼，装笑。歹势啊。谢谢光临。谢谢光临哦。妈，那三百块真的很机车哎。
雪雪，迄是恁一定会大嫂，你袂用遮尼无礼貌。唔是我无礼貌啊，是苏超过啊，讲话阁刻薄，毋若是对我嘞，对恁大哥讲话嘛是安尼无大无细，甲伊立佩山真系手术义务。迄别人倒的代志，你去哪人吼，莫学白讲人的是非在无？想三八卡，甲立佩山这对三八二人组，啊，若有正义干的人，挑出来甲伊修理，毋知偌好的呢。嘿哟。 咱即摆上重要啊，甲家己顾好。即摆拢无猪脚通好卖啊，你来看，店租啦、水电，啊，佮有员工的薪水咧。啊，我看免到月底哦，我今日收店啊。妈，你莫遐尼无志气啦。啊，无猪脚，咱袂家己落。你落的猪脚嘛袂比皮家猪脚较差啊。啊，换一个扛棒，共款当做生理。你哦，讲安尼简单哦，你。哼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 请起伊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请起伊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哇，哎呀呀呀，哇，哥啊，来来来，我靠，迄店铺阿胖咧，哦，好好好，请起啊，这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歹势啦，算唔知我迄个欠下新妇，有影头家伫咧笑道咧，啊，咧，互你即间遮门店，我无猪脚，但我卖啦，嘿，迄个临时我叫阿狗啦，哥个落去落个啦，别看卖咧。 那无够吼，我搁转来咯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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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啊，吼，那有可能讲吼，你无猪脚通好卖啦，放心放心。对今仔日起吼，你这间加盟店的猪脚，拢总我来负责，只要我皮大海有一口气滴啊，你唔免惊讲会断货。亲家，你安尼吼，我唔知影要安怎甲你说多些呢，啊。为着要开这加盟店的代志哦，我已经给你惹足侪麻烦啊！啊，即马过来你安尼亲身落地卡送来店的，我袂啦！我亲家伊你讲安就伤过客气啊咧，对唔？你会当参加我这个加盟店哦，我安尼就足欢喜啊啦！安尼就是代表讲，阮皮甲地卡有人欣赏，有人在咧肯定咧，对唔？要咧哦，干那看一间店哩看。哇，装潢啊遐尼水，这钱拢落落去啊咧！哪有可能讲哦，你卖两公啊都哦，你吊顶咧啊！要咧要咧要咧！哇，你看，看后边一张老公，干那看一身红啊头头啊，那嘴笑目就足欢喜啊，那眼神啊，那哇足有自信的。啊，你哪有可能讲哦，亲家伊啊，那卖我皮甲底卡皮甲，那伫咧头家听都无彩我一身红啊头彩皮啊！哎，永乐。哦，安尼正弄诶，毋是顶十阿，是毋是会当叫人来听啊？哦，好好，叫人来听，我来打电话。好，哎，请客也歹势，啊，我吼，我现在无闲，你小坐一下。啊，不，免啦，我嘛忙代志，无我先转来好啦。哦，哎，哥，来，大哥你好。哎。我包我安尼啊！哦，是嘞，好。哎，亲家也无歹势嘞，好，我现在无闲啊啦。好啦，哎，明天就人客来，没有无闲做你啦。我甲哥个先转来，好，我那趁伊地卡卖无够时，打电话啊，好，我来叫哥个送过来啊。亲家多谢哈。好，来，谢哈。我来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来，来宾坐。阿伟，人客来哦，出来就好。来，坐，好，来。你100万的机票送去，泡一杯茶，啊，搁摕倒转来。啊，即摆搁有亲家伊家己落地卡送去予你哇。啊，啊，他这人情，看咱以后是要安怎行啦？啊，我嘛是咧烦恼这啊。这丽华这间店哦，是要安尼哦，孤孤单单做落去呢。啊，当然今仔日这问题若无解决，咱明仔再变啦。万一若讲哦，亲家伊个欠卡新妇哦。那我想什么出头来创对的话吼，我讲我亲家吼，啊，伊就有影忝死啊。嗯，啊，不管安怎吼，咱就对100万吼，咱就先甲行行的啦，啊，其他以后再搁拍算啦。哦。哎，啊，你有哪里？伫楼顶看书啊。
啊，伊就讲哦，留职停薪哦，那干那老大厝来等生囝，啊，等未来做衰也免等去上班啊啦。何伊安尼买一大堆迄落财经杂志当来咧看呢，讲要自修啦。有心啊哦，叫伊哦，唔通定咧乌条的，啊，稍微行行，稍微运动就好。啊，你袂家己去甲讲。啊，我著平淡，甲恁姊妹啊咧生工课，你干呐？你姊妹啊？我的姊妹啊。哎呀。哦，林校长。哎。啊，你唔通想讲，伊叫我大姐，啊，你就将什么呀当作你家己娶细姨呢？哈。拜托的，我哪有迄个福气啊？好啦好啦，啊，你若唔讲，我就卖讲，卖牵拖对我遮来，甲我哪有啥关系啦？你去买菜啦。哎，黄昏市场是有啥物好买啦？我著叫伊讲卖去，爱著偏偏啊要去。我的查某囝有心呢，迄厝内大大细细的代志，伊拢要管。就看我无顺眼，三不五时我阿念一下。无啊，啊，咱这间厝到底是啥物人才是女主人啊？迄真正是去食咧官庙官位啊！哎，无怪啦。人讲哦，这灶脚吼，袂用诶有两个女主人啦。啊，当咱即摆咱厝诶吼，加一个查某人来吼，我知影讲你心肝内无啥爽快啦。啊你咧，厝内加一个穿裙衫的查某，安尼都啊行来行去，袂歹啦吼。啊是对啊，你袂歹啦哈。啊都出门的时阵哦，拢有人会甲你关心吗？问看讲，啊你要去倒？你这世人哦，都拢唔爱有查某甲你盯只眼呐，佫会惊你唔知走去倒位啊魔灰哦。林校长，才甲六十多呢。个人这么关心你，吼，放心呢，吼，哎呀，拜托的吼，我唔是亲家啦，吼，啊，若要像这款关心法哦，迄个无起效，我来挂掉。哎，我实在吼是足佩服咧大汉子女的，伊安尼有法度吼忍气吞声过了十年，实在。行嘛，等，你多只等啊，你啊吼，休困一下，播做一碗都留了。阿弟哦，阿伯弟，太细哈。哦，来，我坐一下。哦，请坐。不要坐，不要坐。啊，伯祖，你有哪样事啊？阿弟不是叫我去看？无啦，我是要甲钱参详一个代志的啦。哦。等你再起来照看哈。哦，真加班。哎，那个，请客啊！你有什么重要代志哦，要跟我参详？刚是，还要收差哈？马紧啦，你怎讲啦？马紧嘿。无安尼，我以后吼，我绝对袂吼穿裙衫就落楼梯啊啦哈，啊，歹势我就胆吼搬怪大，较袂惯势。不是啊。大海啊，当然袂收啊！哎，亲家啊，这是阮大海啊，要害你的人情啦！哎呦，大姐，当建宏哦，带在恁家，互恁遮尔啊照顾，对不？哎呦，这一百万哦，就算讲贴恁哦，也无够多哎！不，是千万唔是安尼讲啊！大姐，这是大人哦，照顾细碎，这是应该啦！哦，啊，像讲丽华哦，啊，开这加盟店。啊，亲家伙方便，安尼个照顾，阮就足感谢你。啊，若讲用个咧照顾来换现金哦，这本来哦，我是感觉讲足简单的代志，足单纯的哦。啊，就安尼个物价会愈愈复杂愈麻啦吼。哎呦，你唔通安尼想啦！哎呦，这是阮大海啊，淡薄仔心意尔咧。无啦，亲嘛，
啊，都唔拿噶啦，斗三工才一百万尔尔，亲戚今仔日吼，佫家己落地卡送去互阮丽华呢。啊？迄遮毛底的地卡，毋是迄十八块爱负责啊？那着迄大迄个路啊？无啦，啊都煞毋知影，大毋知影讲迄一百万是亲戚出的，啊伊都毋肯出货互阮丽华，啊阮丽华店的毋才无地卡通卖。这十八块啊，竟然敢做个遐拽！ 建厝来吼，就是因为无我即阵哦土地无伫遐坐镇哦，这十八件唔只干了哦，无法无天啦。哦，其实，无啦，千万，这大唔毛哦，大阿妹也立定啦。啊，只要是讲亲家若甲这七百万收起来哦，阮就会当照合约，啊叫伊当出提好阮啦。啊，所以讲我才麻烦千毛组织七百万哦，啊提等我亲家叫收起来。无啊，啊是安怎？十八件讲啥？咱就要照伊意思做哦。 拜托诶，加盟地老头家哦，是阮皮大海安尼。亲嘛，不管是老头家还是头家娘做主，我看哦，这一百万也是清清的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大姆伊就借口，我继续找阮丽华的麻烦啊。啊，那安尼继续不落去吼，啊亲家业伫咧中，伊嘛是足歹做人的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安尼哦，感谢是爱害啦。 无啦，对啦，啊，我嘛希望讲，阮丽华迄店吼会当安尼哦，顺利经营落去，伊毋则有法度让我收入啊。系啊，安尼哦。了啦。好啦，我等于甲阮大海讲者啦。趁这机会等伊哦，收妖斩魔。这样，来你领地啦。啊 无来吼，请野酒，安尼我才知有欠人哦吼。好，无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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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大庙坐游览车挂香，啊，平常时啊，足罕有机会去高铁车站嘛，赶紧！今仔日吼，就由三宝啊、甲林辉带各位去参观高铁车站。好哦，高铁车站哦，足大足大，大甲咱机场同款的，嫌过免烦恼，行袂振动。内底吼电梯嘛流浪啊，啊内底吼，亲像百货公司同款哦，啊有餐厅吼、咖啡厅嘛，你袂乌米啊价咧。哦，今仔咱算半工的吼，先来参观高铁车站。啊，另工咱算一工吼，才带各位来坐高铁，啊去有名风景区佚佗，安尼好不？哦，啊，好。然后大家就替三宝来拍我一下，好不？各位阿伯，我知影你的薪水都真无闲，拢伫外口拍拼事业咧趁钱，啊，倘好转来甲恁友好啊，对不？啊，不要紧，今日就予林辉甲三宝代替你的薪水，啊，带恁出去世界佚佗啊，那算了欢喜哦。对，招你的楼顶楼卡厝边隔壁，啊，做伙来佚佗，安尼好不？好。来，咱即摆就
是来处罚。三宝，向前行。啥物拢唔知影你的巴肚已经开始夜麦去，想要唱歌对无？对吼，啊，小弟认为会带你去一个所在哦，啊，这个所在有最好食、最好食的中岛嘞。对啊，啊，这个所在哦，就是皮大海猪脚店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一讲到皮大海猪脚店，大家拢开始流嘴沫对无？有无？好，不要紧。不管是有吃过还是无吃过，稍等哦，大家拢会当吃到最好吃、最好吃的猪脚哦。讲到这皮大海猪脚哦，吃头一届是吃啥？吃口味。啊，第二届嘞是吃人情味啊。啊，第三届嘞，第三届就是大家的福气啊。你这句话吼，三八强爱分开讲啦。哎呦，我叫你三八强这么久，我头一届甲我赢啊。是啊，啊，之前拢互恁苦读啊，乖伫灶脚咧下油烟。啊，即摆人我是坐伫办公室咧吹冷气，啊，外口景气这么歹，我赶快趁钱哦，趁甲算袂离呢。所以你这句三八强哦，爱改一个啦。啊？要改啥？改做哦，你三百我欠。喂，我是恁阿姨的，你跟差不多的啊，讲话无大无小。我无大，你无小，大家互相互相啦。等下。啊？机票。哎？啊，真正是看到钱，目睭要瞪大蕊啊。怎么强哎？林刚啊，你那是有模型啊，你阿姨哦，我看根本就没有找豆头甲冬季哦，甲你的原型抓回来，过去用新代票我咧讲落哦，伊就家己锁回来啊啦。用新代票吼，上班呐，上好是用美金，安尼要找我较紧啊。哦，啊，参照你这种痴奴才哦，用支票就当叫你立正站好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张支票要给我呀？哎呀，这100万哦，就是要来套你的嘴啦！以后阮亲家大姨迄间店吼，你是袂当我家己啰嗦哦。阿姨啊，哦，你甲阮爸哦，拢对迄二房的亲家才好哦。之前阮爸替亲家大姨拿了100万去我抓着，啊，即卖我你要跳出来替拿这条钱啊？安那，袂用的啊？哪会袂用的？啊！若阮爸要拿这条钱吼，我是较袂堪的啦。要不过若是你吼，较侪我嘛甲你收。我想讲，我都唔知啊。即马是支票你咧开，啊，阮爸咧出钱。歹势哈！这张支票是阮亲家的啦。亲家？哎呀！
但我今仔日是替阮亲家摕这100万来给你。他这支票顶头有当阮亲家的印啊，啊？你若目睭哦无顾着喇叭哦，竟然看好清楚啦！哎呦，天都红花啦！吼，嘿喏，迄酒钱嘛会毒巴肚。你免甲我连笑话啦，阿姨啊，今你迄个亲家校长吼退位遐尼久啊呢，啊哪有通讲要100万就100万啊？哦，安尼伊咧做校长的时阵哦，阮当是食公家足侪钱的，啊拢食起囥啊！我咧呸！哎，来阮亲家吼，这是伊的退休金啊，伊一世人哦做人做事拢清清白白，你哦咧煞嘴哦，卖咧乌白配哦。伊做人做事安怎，我是唔知影啦。要不过伊教出来学生吼，嘛会伫个校招会啊，啊伫外口是查某啊。啊，这种校长哦，讲话真气性，讲话欠嘛无人要信。你若出去听哦，去看医生啦，去甲恁爸迄张支票摕来换啦。哎，老爷说，阿姨啊，你即马是替人咧做公亲哦，啊摕迄张支票来甲拜托咧。你若无甲好声扫的哦，啊万一我气无歹哦。迄间店我予亲家大姨开啊，你着真歹对人交代啊！嘿，你是咧创啥哈？人阮亲家大姨迄间店吼已经开落啊，吼，啊即摆钱吼就是要摕来予你清清的哦。你是袂用的哦，店无予伊做哦，啊嘛袂用哦，讲猪脚无来送伊哦。你若无送，店无法开，要紧啊！哎，你着算讲为伊哦。我阿姨哦，我叫伊来顾啊。讲着伊就安尼，哎呦，啊，大家哦，毋是做伙咧趁钱，啊，咧好来好去嘛。啊，你干嘛咧地单单？若不干安尼了钱，啊，你别等到困袂去，对吧？啊，今仔日我已经甲亲家这张支票摕来啊，你着甲正经迄张支票甲兑换，啊，大家都无输赢嘛。哎呦，那着爱直接咧冤家，咧冤家毋加气恼的。我嘛无想要睬。小欠嘛哈，啊你着爱照起工，把猪脚送去给阮亲家大姨哦，给因做生意哦。哎，啊那无，恁爸有可能会开分店，到时阵，你连恁弟孙哦，我想袂到哦。佫较有可能哦，你迄个加盟店哦，会给人讲倒，到时阵哦，要袂哭无目屎啊。爸若袂顾时势吼，要顾亲家。不要紧啊，叫你顾孙的先出来。歹势啊！你大巴肚，摇摆人袂着呢。人阮离婚即摆嘛有新啊嘞，三百起来，边啊喘啦。哎呦！安家呢哈，足久唔捌来店呀！你卡带啊？那我今仔日哦，是专工摕100万哦，替阮亲家来，予恁遐欠卡媳妇啦。哎，要哪会用伊啦？袂用还袂付啊？我拄才来付伊啊，换你一张转来。哎呦，我你是真有影乌白来呢哈！你还知影咧？咱建龙伫亲家遐，不管是家庭啦、母子、头路、事业，拢是亲家咧在甲照顾呢。还佫有你啊！啊，你也走去亲家安尼去去遐共作做啦。我都也袂找到机会共报答咧。啊，你佫共收迄100万，安尼哪会用你啦？啊，你也无爱共收吼，你等到害人亲家亲哦，袂食袂困的啊！想叫你要想要报答，你嘛爱看人卖啊，唔啦！我敢若规头壳咧想要报答，咧报答一箍啊，限制啊你。你若莫遐加无讲哦，费君啊知影，啊这敢毋是真圆满的代志啊？哪着安尼为着迄100万安尼踅来踅去，踅到要互我烦死啦！啊，安尼会互我烦死啦！这毋是重点啊，重点吼是咱兜着出一个欠卡新妇咩？你无看，哎，咱亲戚朋友拢互伊结识了了啊，这就是源头啦。这源头哦，若无甲伊斩掉哦，是永远哦无可能断根啦。咱兜就是有这款的新妇，我做代志哦，唔只爱安尼黄黄叶叶。
连找机会要报答亲家吼，都要看阮新妇的面色啦。啊好啊，你讲这有啥物路用啦？当即马亲家就要害你这100万，你就顺人的意啦，收收的啊，莫造成人的困扰啦吼。啊，搁有啦，你若是哦要嫁是你的欠卡新妇哦，等你抓到机会再来讲啦哈。我即上心中无啥好哈，莫伫遮咧拉拉扯哈。他边哦，等我到时阵吼，搁送病院啦，好不好？拜托，莫生气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啦，得，其实哦，这100万吼，我是足想要放伫我落地啊内面呢。讨厌！阿姨，爸，哎，喂，三宝啊，快啦，玲辉啊，哎，哇，那会当等啊？啊，我着带人起来才食饭啊。哎呦。那也无听伊讲啦，这团是临时的啦，啊，哦，也加下车啦 ，Q K 的啦，啊，爸应该在讲啦，爸，啊最近吼景气就足歹的啊，啊我无补想补，啊透早就载一寡学生仔去上课啊，啊出的时间吼招一寡吼乌鸡送乌巴送出去佚佗啊，啊带伊四界行四界看哦，啊中昼吼请伊食一顿便菜饭，罔做一点生理就小过啦。哦，哎，无喏，这敢算会好啊？若要算到真，当然袂好啊！也毋过吼，若甲遮乌鸡送乌巴送当作是家己时代，啊陪因出去佚佗，啊因欢喜，我嘛欢喜。若安尼想吼，哦，趁个剩嘞！来，对，安尼就好啦，就好啦。我系讲，伫即落困难的环境中吼，哪会当吼，找出即落生存的方法，这都是咱台湾人的精神。会当安尼尊重时代，将别人的时代人当作是咱家己的时代人，这都是咱台湾社会上有价值的人情甲伦理。哇，三宝啊，你安尼做哦，做了袂歹，因为啊，你嘛是做了。哎，啊，大人客嘞。哦，哎呀，啊，乌鸡送乌巴送哦，到站拢会甲水倒头吼，放互恁食，安尼较好做较贵啦。是啦。是咱500块包含在内啦，啊，连面啊，感觉好食吼，啊，转去哦，会当去楼骹吼买咱的迄个猪脚咧，啊，赶转去，互恁细细食，好不好？吼。哦，对，各位时大，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恁所有食的也好，买买这落礼物也好，隆重打八折。甲大家优待啦，真正是有食阁有抓，大家吼用上热情的拍声，甲头家说一下多谢。哎，大家小啉一下茶吼，连个好好食的皮蛋，海底壳都捧在大家面头前哦。三宝啊，老少你好。之前我咧换这间店的时阵哦，你带来的人客，啊上无嘛，阁是走阿里山嘛、丽华潭遐游览客，啊坐落来吼，一桌无5000，嘛有3000呢。啊今仔日带出来这阿公阿妈，啊坐落来，结果是食一下便菜饭尔。你若要安尼啊，生意愈做愈转去哦，人客唔好带来店的啦，加闹亏。人三宝也无老贵哦，你爱知影吼，这时代人哦，因家己的事事啊，伫咧食头路，伫咧拼事业，啊，你时啊，伫厝的无聊，无人甲做伴。三宝因人啊无，都把伊啊当作时代人，带伊出来游览，啊，顺便做这個生意，我感觉伊安尼真好啊，真公平啊，啊。爸，啊，若是安尼哦，我看你归去哦，开开老人院啦，啊，让伊这人带免钱的。人做生意哦，本来就是爱赚钱啊，啊像你爱赚无钱哦，搁较这么大声。看你啊，真无点哦。三公我无钱，看这钱这么多啦，无漏开，甲我包你怎啊？哦，感谢各位哦，我来讲，等
等下啦，食饱不要紧，阮楼卡吼也做一面善者，吼，豆豆见，哈哈哈。啊，那迄个大巴肚查某吼，叫伊莫徛喺遐，看到会长眼啦，叫伊走，叫伊走啦。哎呀，你走啦，好啦，你走啦，到遮啦。嘿，太够人玩啊！三百个诶，哦，啊，你都三百名呢。无影咧强呢，啊！我叫你十八强，唔要加加你娱乐的哈。春妮啊，咱人家遐尼济，卖点只来路啦，太快，快来，来。各位乡亲士大，今嘛咱就来吃皮大海猪脚。啊，最近公司够顺利。嗯，真顺利啊！今我二姐夫哦，伊拜访真侪间公司啊，还有三四间哦，袂歹呢。可能过年刚在签约。好啊，好，啊，你请我请。哦，我进前啊，我咧烦恼讲哦，恁两个大细电话到底呐，还要做公司吼？啊，唔知会下袂？万一若讲袂下吼，不但讲影响公司的运作啦，也讲吼，像拍歹这亲戚的关系。啊！但即卖当然咧，讲心嘛，你拍拼吼，上佳好，阮会当放心嘛。來